好，接着来看今天的山海气象。首先看到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，低温19度，最高温有26度。太武雷全日18度到27度。三地门雾台马家16度到26度。在桃园区，那马上茂林11度到25度，1到2成的降雨机会。嘉义阿里山11度到24度，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。仁爱与起水里信义8度到24度。和平区11度到24度，降雨几率都是偏低的。南庄狮潭泰安17度到23度。关西间15风12度到24度。乌来区复兴区15度到22度。大同南澳16度到25度。新城花莲市吉安22度到27度。秀林万荣16度到26度。寿丰丰滨19度到27度，凤林光复瑞穗18度到25度，卓溪玉里富里低温10度，最高温有24度。而在东海岸长滨成功东河21度到27度，池上关山海端延平16度到25度。鹿野台东市卑南20度到27度，太马里大武金峰达人低温18度，最高温有27度。兰屿地区24到28度。最后看到外岛地区，低温25度，最高温有28度。